燕国太子丹幼时曾与秦王嬴政同在赵国做人质，长大后又做了秦国的人质。太子丹奏请秦王允其归国探视父姬，秦王断然拒绝，太子丹深恨秦王。为人荆轲胸怀大志，藏一身剑法闯荡四方。当世著名剑客葛聂鲁勾践向其挑战，他却临阵而逃。公元前230年，秦灭韩国，前229年派大将王翦攻邯郸，赵国危在旦夕。偏安一隅的燕国失去了西部屏障，直接暴露于秦军铁骑之下。太子丹逃回燕国，决心派剑客刺杀秦王。代王，梦中鸟，曰兄，自北方来。主兄者，为何人？何事？这……葛聂卿。临敌之际该当如何？
剑锋所指，双眼所至，相破剑来一剑挡一剑，来十剑挡十剑，如何做到？双眼不转，而心观八方。何为心观？剑是目光所及，虚得广大，眼中为剑，心中为观。惯常所言，鹰临虎视，即为全心全身之力凝聚于两眼，无所不见而迥然夺人。剑击之道，同理。敢问勾践卿，对敌之计如何？剑锋指处，鄙人眼中唯见对方头颅，其他一概不放在眼里。一概不见？一概不见，见到时对方已身首异处。好极，内实精慎，外事安逸，敬之如处子，夺之如猛虎。一当百，百当万，你我三人同志可横行天下，二人携手可敌一国。葛聂卿，此人什么来历？魏人荆轲。听说也是个剑客。哼，既是剑客，敢与我鲁勾践对敌吗？我为何要与你为敌？看是你杀了我，还是我杀了你。我不杀你。好大口气。放眼当今之天下，君无君位，臣无臣态，竟没有一件值得荆轲做的大事情。荆轲卿眼中何为大事？杀一人而天下惊，此乃一举功成而名留万古之大事。各国之中竟没有一个可杀的头颅，鄙人已空等多年，实在令匣中之剑寂寞已极啊。哼，狂人荆轲，拔剑来。啊，跑了。荆轲此人向来轻狂，奔走天下已无剑术，鲁卿何必在意呢？我大秦自先昭王始，50年来征伐天下，屡战屡胜，斩六国之将士计170万之巨，令天下震恐，四海之内莫不畏我如虎狼，不敢北望我函谷关。
今天下归统之大事已成，而待我一鼓作气扫荡六合，为了亲，臣在，请替寡人说。遵命。昔日殷侯为先昭王谋六国，以远交近攻之策而图霸天下，可称上上谋，当奉为既定之国策。当今六国之形势，韩魏最弱，大王应先行扫灭，以断诸侯合纵之饷。赵国，今我历次征伐，国势已衰，可次而灭之。言。偏处一隅，再次之。而后，仅于齐楚，两国虽强，但已无力阻我大秦一统天下之大事，必亡之无疑。代王。吾王万年无期。太子，太子，父王病重，燕丹心急如焚。燕丹卿，你身为燕国人质，大王不会放你归去。可父王他身生父母，他尚且不顾，如何会怜惜你的父王啊？魏辽卿，以你之见，兼并六国，尚有何顾虑呢？大王，臣之所虑，不在我弱，而在我强。六国积弱，分而不足与我为敌，合则未可轻视。昔日魏之信陵君、赵之庞涓两次合纵攻我，危害不浅。今六国犹存合纵抗秦之念，下臣愿请代王令信陵君、庞涓之流绝迹。魏辽卿，此言何意？放眼当今六国，刚毅有为如代王者，已无第二人，此乃天性。哼，何语之词？然而六国尚有明晓天下大事的有为之臣，力能抗秦的骁勇之将，此等人不灭除，必与我一统大业不利。臣请代王尽出珍宝，将此等重臣大将收买为我大秦所用，使六国合纵不成，而各个击破。要是收买不成呢？既之以利剑行刺，而后大兵压境。魏辽卿，寡人得亲，真乃天意啊！啊！禀大王，燕太子丹求见。嗯，大王，大王，燕丹，大王，今得毕国来书，称父亲大人病重，请求大王恩准丹子回国探望，以尽孝道。尊父王患病，你去又有何用？大王，父亲病重，外臣心急如焚呐。寡人要你留在左右。啊，大王。燕丹卿，你且安心。虽然你是燕国的人质，但寡人
重爱患难之交。当年你和我在邯郸同为人质，小小年纪受屈忍辱，你难道都忘了吗？啊？哦，大王。燕丹，留下来，待我破赵之时，你和我同去邯郸报仇。嗯？起来吧。樊无忌，大王，寡人命你伴随燕丹，你却是太子生发鬼国之念。蠢人，蠢人！大王，请放过樊将军。蠢人，外臣收回所请。大王，你不许动，留在此地，看我如何扫灭六国。连同你燕国在内，你要回夏都，等那时候再回去吧。普天之下没有人敢你寡人而动。君上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魏国乃是荆轲父母之邦，有用以效力之处，但请君上吩咐，荆轲万死不辞。小小魏国，势单力弱，何来如此大事，以供荆轲卿去做呢？杀他个国君如何？啊！不管是大国小国，君上喜欢杀哪一个国君，尽可吩咐，荆轲一一替君上说道。啊，不说了吧，不说了吧。君上心中一定痛恨秦王，把魏国从濮阳赶到野王来，如此夺地迁都之耻，岂能忍下？啊！不不不不不不，君上不必害怕。今日密议，并无外人。保秦，天下痛恨之。君上若有心为天下除害，正合荆轲之意。荆轲卿，不得胡言乱语。为何？以我魏国眼下这种局面，实实在在苟延残喘，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他人不来寻麻烦，已属上上级，寡人哪里还敢去惹是生非？君上。魏国示弱，才要振作而起，一鸣惊人，以令天下不得小觑。荆轲正是为此而来呀、啊。否则，凭我的本领名声，哪个一等国不是抢着要我前去？啊，应该前去，应该前去。可是荆轲却没有那么势力，一心为故国效力。哎，君上，君上呢？君上哪儿去了？荆轲卿，觐见国君，非同儿戏，你走吧。哼，一个今日不知明日的昏君。你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哎，酒呢？上酒，上酒，上酒。上，国君何在？你急的什么？哎呀，韩王安向秦国俯首称臣，献南阳郡了。不足为奇，韩氏一族代代萎靡暗弱，完就完了吧。Thank you.
内史堂，下臣在。你说一说，今日为何设宴？韩王安为代王威严所设伏，现南阳郡，自请为臣，故而设宴祝贺。韩国使臣叩见代王。祝贺什么？寡人，还是你当上南阳郡守？这下臣，寡人何须他韩王归顺？寡人要他灭绝。大王，拿一个小小的南阳郡来搪塞，寡人要他整个韩国。小富即安，沾沾自喜，你还配做个大清臣子？下臣明白，下臣愿戴罪征讨韩王安。大王，何事？燕太子丹逃。什么？樊将军与子丹已逃出咸阳。抓回来！他不是燕太子。最痛恨的就是背叛。寡人要灭燕国。代王，请代王治怒。燕国偏处原北之地，间隔韩赵二国，欲灭燕，须先伐韩。你说的不错。内史堂，下臣在。灭韩之事，你去办。下臣明白，即日领兵征讨韩王安。大王刚刚许诺韩国安居乐业呀。大王，寡人喜欢朝令夕改，错了吗？你既是不错，还等什么？下臣领代王命。此人头颅先送还韩王安。代王，外臣无罪呀。你罪在不据理力争，犹如使命。你韩国200余载萎靡不振，本不该自立成国，有你这般臣子，灭亡正是顺应天道。大王，饶命啊！樊乌期，灭族。快的！
出去。你看，这一幅幅图上，城、关、隘、道、水，无不有所残缺。然而，却是历年来千辛万难搜罗至今的全部图语了。天下之大，难以一一见识、描摹清楚啊！待我大清威加海内之日，寡人必定亲赴八方，看他个清清楚楚。高山大河，重重险阻，到那时，条条大路通咸阳，天下无荒蛮之地，无化外之民，寡人想去哪里，畅通无阻。大王，时辰已晚，该回宫了。多嘴。魏辽钦，臣在。以你之见，三王五帝之功业如何？古之帝王，其疆域不过千里，而诸侯各自为政，相互攻伐，其法度不明，难以长久实行。往往是人未去而政已废，故此臣以为三王五帝之功业可称名不副实。哦，大王，我大秦今日之功业前途不可限量，务须与他古人相比拟。你看这燕国的地图上还缺了些什么？都纲。燕王喜视之为宝地，必然遮遮掩掩，不肯轻易让人看到。你不想去看他个分明？下臣请大王先度为快。太子，太子，太子，秦破韩都宜阳，韩王安受俘于城下。下去吧。韩灭，那么下一个是赵国，再下一个。太子，老臣以为智者策划谋略，势必成而后居，不以侥幸而取成功。太子，如今面对强秦，太子竟宁可相信匹夫之勇，亦欲将国事寄于刺客，老夫深以为忧。老师，今日所议并非当与不当，而是如何抗秦救燕。危急之时，空谈大道理千万，抵不上一柄利剑。太子，为燕国安危存亡事关重大，岂正道不行而误入旁门左道？这老师，不用再说了。天光先生有何高见？天光卿，你要秉持一告。老师，让天光先生讲话。容，老臣告退。天光。天光，你这是何意呀？你说的对，行不通不如不说。照此说，你愿意太子铤而走险了？走险，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也说不定。老夫不许你怂恿太子蛮干。是不是蛮干，须得看人，看看哪一个人去干。来酒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老板娘，快点快点！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给马上马上！好，各位啊，
可要吃好啊，喝好。来，给你满上。老板娘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哦，吃好了啊。你也跟着来一杯。嗯，吃好了。满上。来来来来来。啊，给你也满。来，倒酒倒酒。坐下。哎，别走啊！倒酒，不给酒客倒酒，算什么卖酒女啊？我不高兴。你不高兴，我高兴啊！哎哎。哎哎，你不行，来看我的，来来来，给，这是我的啊。哎哎哎哎，吁，哎你慢点啊你，哎，这真是，小壮士投诉啊，给我上酒，请，来来来。啊，小壮士，用什么下酒啊？酒。啊，请，上酒。哎，来了。哎，请，快点，快点。快去给他们送过去啊！我不高兴。这孩子。万大碗。啊，壮士，请。看看，哎，里面是什么人呢？嗨，是个怪人。哎，怪人？他呀，一天到晚就是喝酒、独坐、睡觉，什么事也不干。关上门，关门。两位壮士，有意跟随老夫去下都走走吗？老赵，什么事儿？老赵，我们去。我等正要去下都。啊，不必了。我愿去。足下如何？你好走。老赵，什么叫不必了？难道说我们几个还不如他一个毛孩子吗？秦无阳，年十三杀人而报复仇，今年一十五刀下死鬼三十有一。请教壮士大名。荆轲。啊，后会有期。啊，快走。真辛苦啊！你来帮忙呀！我不会。懒鬼。芦苇做什么用？我不高兴告诉你。哎，这孩子也惯了。我不高兴知道。
我是也惯了。我也也惯了。啊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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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！哎，哎。月亮真亮啊！你该跟老张去夏都。你小小年纪，竟管起我来了。大人小人，没人像你一样，天天不做事。哼，你小人儿。不懂，没有顶好的事情做，还不如什么都不做。你不信？我是顶好的人，就应该做顶好的事情。去夏都，我自会去，不用他人。你小人儿不懂，去睡吧。我也是顶好的，比你还要好。樊将军大难得以归来，实在是庆幸啊！啊，来，请，请，请。樊将军，樊将军，我对不起樊将军，对不起樊将军的一家人呐、啊。太子怀有一身屹立天下之志，老臣岂能不知啊？然而，面对强秦，当徐而图之，欲速则不达，须得从大处着手。请太子进出金玉，不计代价，老臣愿为太子效犬马之劳，奔于列国。说来说去，合纵又有何用？抱金征伐六国，出函谷关百次千次，屡挫屡战，夺地战俘日甚一日，愈战愈强，愈强愈战。反观六国，你合纵，他合纵，我亦合纵，三心二意，半途而废。77年来，攻入函谷关几次？仅仅两次。今之事有所不同。韩已灭，列国无不震恐，岂乞求自保？若有首倡合纵者，魏赵必当弃而响应，齐楚亦当相从。哦，不孝就教育先生，敬请赐予良策。古来仁德之主，不可以利亲，而暴君必以利夺。对呀、啊。然而当今
秦强燕弱，臣服于秦或可保全，抗秦则为铤而走险。但不惜拼将此身与暴秦同归于尽，请先生谋划。太子何所求？昔日鲁国弱小而齐国强大，屡屡以强凌弱，盟会之际，鲁大夫曹沫以利刃对齐桓公，力数齐国之无礼，逼迫退还，掠夺之地。如此壮举，老臣无力而太子无能。门下有死士20余人。此事非同小可，应当亲力亲为。秦舞阳是先生推荐而来，不孝已收在了门下。太子随老臣来。此三人之中，宋义、麦勇之人怒而面青，夏福、血勇之人怒而面赤，秦舞阳、骨勇之人怒而面白。寻常一般之举，此三人足以胜任，而强秦乃虎狼之地，险不可测，须得神勇者一击必中，绝不允许失手。神勇？泰山崩于前而无所动，谓之神勇。你说的对，行不通不如不说。照先生所说，天下有这样的人物吗？老臣正巧遇到了这样一位，此人怀有大志，不拘小节，能够一意孤行成此壮举。太子所求并非寻常剑客，应是独一无二之大国士。先生所见何人？荆轲。